今天休息了，朋友们，约了个山东济宁的大哥在这边来喝酒，还有二强。这他来的时候带的这个精酿的啤酒，原浆啤酒，原浆。这第一次喝这种酒了，你们有没有喝过这种酒，朋友们？酒挺稠的，这个酒。有混浊的。这酒不气泡泡啊？这不气泡泡的吗？啊，这个一饼酒精度大还是暖了？应该是酒精度大吧。因为你倒回里边，它可能挥发的比较快。哦。来，我上那儿那个啤酒。来。麦芽都先香先弄。亮吗？嗯。不错。这个酒的效果。啊，那我刚拿那个大杯子，那个还有对啊，效果不一样是吧？嗯，聊天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声音？有一股拿过来。来吧，吃菜吧。这是啥牛蹄筋是吧？这个牛蹄筋，这个都是咱家说的，都是大杂烩是吧？这个菜看着不错啊。去过那边有杂班吗？啊，吃吧，趁热尝尝。先喝一个。嗯，杯子太小了，喝的不对劲。换碗了啊？换碗吧。啊。用碗喝酒对劲。喝杯酒。来，趁热吃吧。嗯，尝尝这个牛蹄筋。这东西应该不好说，嗯，他这个高压锅应该弄好了。嗯，不错，我做的不错。干是吧？嗯，那干远了，来吧，行。吃的不孬吧这个菜？啊？真的，这个菜比肉吃的都香。嗯，别的差不多。他啤酒酒量可以，我是白酒能喝点儿。大瓶的喝完了啊，弄两瓶小的裂开呗。这个不是舍得一天到天啊。你那啥，呀，这就是紧张的其实。啊，想吗？不能又往了晃了，不能晃，得晃啊，得晃啊。你咋改没用了呀？呀，还能干上啊？下边那个地特别香。行行。上去倒，你喝一杯。你抓紧开呲溜，家伙。喝一杯再倒，喝一杯。这个就好喝，这个就喝。你说这个香，你拿过来叫我解决了吧，这一点。不是，还有一瓶儿呢。你把这瓶解决了。先尝一口。那一杯。那这哥哥安排的不孬吧今天？啊？这就给你弄的，你说弄孬的话。二强今个又吃着好东西了啊！壮，今个这个酒又没少喝啊！哎呀，这啤酒浓度真高。